我们不选明年选马华，让他们拿回雪兰莪州，各位很危险，请教一下，因为国政是种族主义霸权的政党，这个 SBO 一旦通得了，一旦给财还了，他们可以改变。如果他看到200户都是华人，有人反对，他们可以改，那还否得这个格兰？在国政，我告诉各位，没有保障，可能不能够过关，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我要求各位，这一届大选5月5全力的支持，保住扎根雪州，执政中央，让我们完成改朝换代，告别腐败，为了后代，好吗？还有两个问题我讲了，还要讲两个问题，还有10分钟的时间。因为我们的梁山同志从马六甲要来这里跟各位分享马六甲人民的心声，他们要改朝换代的热度，为小弟站台。还有我们一位非常出名的年轻领袖叫做 Superman 秋光，要 on the way 啊， on the way 要到从安顺下来，他赶2场安顺，而且今天晚上各位一定要留下来，现在可以 Facebook、 SMS、 WhatsApp、 Twitter 给你的朋友，光耀 on the way。 在雪兰莪州这2个礼拜15天的竞选期间， Superman 只来为小弟站台在4分钟一场罢了，雪兰莪州没有枪前不在其他的地方，所以要看超人，要看 Superman，就在今晚告诉你的朋友，好不好？好，最后两个问题。最近在海口，在波比迪昂，我听到很多海口的朋友在那边吵一个课题，吵一个课题呀、什么课题？他们做签名运动、枪压运动啊，谁来做？各位，先法师公不妙，一小撮不是全部，党部人啊，一小撮的理事，还有一夜公会的人马，一人抓命，一人枪压移动。他们讲什么？爱捍卫刷把，捍卫热浪沙滩刷把。哎。我们听到为什么事啊？安怎社团海酸不搞了社团哦？社团是没有参加大选的，对吗？同胞们，社团神庙有没有参加大选的？有吗？社团神庙是没有参加大选的，社团的领袖、社团的领导人、神庙的领袖、神庙的领导人是超越政治，不能够参与大选，不能够为马华站台，也不要为行动党站台，保持中立，人民才会尊敬他，对不对？最近复健会馆，我们300郭血的复健会馆会长郑庆荣在报章有发表一个谈话，今天晚上我要非常赞美我们这位总会长后天南美总会长，我要赞美他。为什么呢？他发表一个谈话，虽然国政的候选人诺利亚贺成辉去找他们，跟他们坐下来吃饭，不是开会交流，要求说动。我们的会长讲一句话：你们要在4分钟赢，你们的政党自己努力，该去下面。我人后天会馆，我人的会员，我们的会员。什么人都有，有和钱的，有麻花的，有民进的，有无党的，什么都有。我身为会长，我不能够叫他们投谁，这个不公平。这样的会长就是我们尊敬的会长，这样的社团领袖，我们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签名，伊人甲人讲，吴水林、黄丽玲、叶谢耀亮、有良、阿翔、黄雅翔三个人要拿沙滩，吴水林我也刷吧，我也我亲兄弟，吴水林我亲兄弟也刷吧。各位同胞，我看到又好笑又有点生气，为什么？我已经告诉了很多的宴会社团的宴会，我公开讲，我们从来明年的议员从来没有要拿沙滩的地来做自己用途，没有。以前三年前我曾经建议写信给州政府，要求他发展沙滩做一个度假村来吸引游客，只是建议要发展，不是我自己做，州政府做度假村。可是最后三年过后，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的海口村民跟我讲，水林啊，我看到我们保留这个沙滩比较好，因为我们的沙滩很特别啊，吸引游客又多，所以我们不要做度假村。我听到好，你们不要做，没有问题。我再一次写信给周大臣，我们四根庄的村民讲，我们要保留什么热浪沙滩给我们的后代，不要发展成为旅游胜地，不要发展旅游胜地，要不要发展度假村。 MB 看到没有问题，天色，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做，只是建议罢了，一个建议 suggestion， 假狼暗杀的建议。可是呢，马华、郭成辉、刘三角，哎，各位你知道谁是刘三角吗？啊，我不要讲名了，今天晚上四根庄有一个很出名的天才叫做刘三角。这个刘三角和郭成辉去煽动这个理事，说黄绿林要来拿这块地作为己有，到现在为止我挑战他们拿出一张信，说黄绿林、谢耀亮、黄雅翔有申请那一块地，如果拿不出来，我叫他们不是要出来竞选，知难而退，好不好？不能够乱乱讲，哎，本来才玩家，本犯可以乱吃，我以为才是耍盘，拍谁啊？人读册，咱现在的人民是有读册，你知道不？不是无读册，不是让你乱乱骗，你知道不？做电销啊，麻烦，对不？你无读册，人现在比你们垃圾啊！现在县议会已经去那边插一个牌，登办 deklarasi dan pelancongan majlis daerah Sabah 已经插牌了。这个队已经乎国流做旅游胜地，保留沙滩，不随动可以拿，行动党不可以拿，马华不可以拿，黄美玲不能够拿，亚翔耀亮郭成辉，哪一个理事、一业工会、什么工会都不能够拿，要保留给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有一个休闲的地方，好吗？好。最后一个，还有啊，最近他们又开始在海口讲什么？告诉移民，告诉村民，讲什么？我们的房山啊，两河啊，河行啊，房山啊，野地啊，房山，政府没收回了咯，把干部赶紧贴上去了咯，明年哪个赢啊，房山贴了了啊，哎呦，讲到这样哦，各位同胞，我这里要告诉各位，房山的问题是1999年在州议会通过一个人马哥乌罗斯阿耶能力上哦，哎，高考的高民已经通过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做政府，不过无所谓，现在这个法令我已经告诉我们的移民，这个没有问题，大选过后我们叫我们的行政议员来开会，欢迎给他知道我们的海口这个房山人民要生活的保留原状，可以吗？可以。所以不是大问题，各位同胞不要受人家煽动，讲一些有的没的也没政治乱乱说，灾天是八煞，灾天是八煞。马华的妇女组，马华的妇女组
我们已经赢了两届，巴萨有没有搬？有没有搬？没有。因为要搬巴萨是以前马华的时代有在策划要搬，所以马华很厉害嘛，比国政更加厉害，也对，伊能知影倒落去会使行，所以咱阿刚想胖。想看头下个家，伊想咱阿是广东，阮甲伊人同款，大家爱行面对，对不？我们行动党跟他不一样，同胞们。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还有这一块地，前面这一块地，这一块地可以建两排店，哈哈，我也知道啊，可以建两排店。马华也南瓜面啊，吹吹啊，换个吹得多呀。那是伊人名，这条都用不了。安怎嘞？起点有空头吗？对不？有空头。所以各位，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明年跟他们，我们没有哪门名的地。众年来，各位同学去查一下，黄绿林哪里有一寸是官方地，我哪？有吗？没有，我们没有哪门。